navy blue， OK， 蓝一样是有蓝啊，这件上衣一样是有这一个 midnight blue， 所以 midnight blue， 加我身上的 powder blue， 下单蓝的要写好，因为有两个蓝，一个是 midnight blue， 另外一个就是我身上的 powder blue， 很舒服、很凉爽的那个面料来的，因为它的面料真是很 soft， 很柔。然后你看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厂家。 它的上衣啊，它的这种啊 basic 款的这种 cotton tee， 它很多变化。这一件上衣不是简单的一件上衣，它车工非常复杂。先看后面啊，它后面这样子打边啊，这样子来款式 ，OK， 这样子看。然后前面呢？你随便了。没有，你看我颜色了吗？看完了。然后前面这样子破开来车，这边破开一条线，然后这边又这样子捆边这样子来车，袖子就是这样子落肩的 ，OK， 啊 ，V 3 SML 到 XL 的顾客都穿得到，很舒服的面料，它是整体穿起来，你看穿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大件，可是它大件的来不会说，好像我拿了妈妈的衣服，还是拿 plus size 顾客的衣服来穿，整体穿起来是很有它的裁剪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厂家，它做 V size 上衣啊。 他拿捏那个尺寸拿捏到很棒了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尺码的人穿在身上都可以看到那个曲线就对了。我身上的是 powder blue， 长度是够长 ，cover 到 hip 一半啊。很多时候，顾客喜欢这样子的款式，是因为他们 prefer 它的长度这样子一半 cover 到 hip， 还是 cover 得到完就对了。这个可以啊。对了。 我们提供的尺寸都穿得到哈，这个款式，所以说给那些常常看到这个厂家的衣服买不到的顾客啊，大三货这个你可以带走哈。这样子配单牛仔啊就很好看的，OK， 简单的这样子配单牛仔就可以了。我身上的是powder blue，基本上我们这一个款式这样子的，就是上衣。 这样子 oversize 啊，已经很多很多很多期没有了。我自己本身昨天才穿了另外一件 oversize， 每次我穿的时候。雪莉，这15是裤子哦，你是要上衣？上衣是 STO 17。OK， 上衣是 STO 17。雪莉，你是要上衣是吗？是换你打我 yes 啊，我去留那个 powder blue 给你啊，雪莉。我去换，来，宝贝给你们看先。 短裤没了，我还是要配搭给你们看，不觉得这样子配搭很好？主播很牛，一定要搭给你们看。因为太好看了，你可以搭给你自己家有的短裤啊。然后我换了来了，宝宝，那些不敢穿粉又不敢穿紫的，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一件 Lila 宝宝。就是、好的，送给你了哈，你的 powder blue， 粉紫粉紫色，基本上这一件上衣它有两个深色啊，大。 Green 和 Midnight Blue 是比较深，显瘦的话就是有 Midnight Blue 和 Dark Green， 显白的话就有这个白色或者是这三个色都会显白。你想要穿的比较女人味一点的，你就带走这个 Lila Bubble， 很舒服、很凉爽的面料。就像刚才讲的，它的车工是非常复杂。 基本上你去外面找这样子的 basic 的 tee 啊 ，cotton tee 啊，很简单，你就是两片布扯在一起。可是这一个啊，它这一边这样子破。 然后这边这样子破一片、两片、三片，连后面也是这样子，加上袖子啊，它这边这样子 cut 下来啊，它这边袖子是这样子破开，所以整体穿起来是非常有那个曲线和裁剪的。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Lila Bubble， 我去换，打开给你们看先。 深色啊，就是可以选择金色，或者是我身上的 midnight blue 啊，非常非常深的蓝色，然后说没有拉伸，整体是这么的大件，OK， 然后说一样，虽然是已经那么宽松了，可是它的弹力还是属于非常大弹力，所以说上身的感觉还没有那种冷冷的哈，就是缓一没有约束感，然后上身尤其是说 plus size 顾客，但都是比较皮肤说面料方面非常的舒服，这个是非常的适合。 OK， 这么大件拿没有拉伸的话，所以说 XXL 的顾客放心下单这个款式，然后说160整体穿的一样啊，还是有带着你的臀部的3/2，OK， 是有3/2，简约的款式，然后也是一个属于常常你们会我们讲这种面料就穿了一直会想穿啊，还是说你可以买了在家休闲穿啊，平时你在家休闲穿这是非常的舒服，是因为它的面料的那个质感是非常舒服哈。 为什么我们说这样子 oversize 上衣厂家会比较少做？是因为面。
料用很多，可是价钱卖一样55而已啊。面料用了这么大片的面料，只是卖55，所以厂家很少会要做这样子 oversize。所以当顾客看到这样子 oversize 上衣的时候啊，很多顾客都会包色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少有嘛。OK， 我身上画了大龟，想要显瘦不想穿深蓝那个 midnight blue， 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的大龟。像刚才讲的这个牛仔裤，如果你要穿的比较休闲的，我就建议你把它遮起来 ，OK， 然后穿一个布鞋。上班的话，星期五是 vacation， 你可以趁。牛仔裤衬这样子的 cotton T 啊，你就穿一个高跟鞋，就裤子就不要遮起来，就这样子来配搭，用不同的感觉。我身上的大龟，然后这个大龟真的很好看啊，它有点，可能某些镜头看去它有点青蓝这样子啊。OK， 这个是大龟，显瘦的啦，又显白就对了。OK， 我身上的大龟转后面像刚才讲的，它是可以 cover 到 hip 的一半啊。所以想要找跟以往不要的那种扩增器啊，这一个款式必带。买了这个休闲穿啊，那个完全没有约束感啊。我去换白色，这是白色，我就穿一个短裤给你们看啊，因为我觉得它穿短短的裤子是非常好看的。记得你们现在蓝有两个蓝哈 ，midnight blue 或者是 powder blue， OK， 蓝色有两个蓝哈，请注明哈，你是要哪个蓝色，然后只需要55而已哈，这个价钱非常划算哈，这么的大幅啊，价钱可以卖你们贵哦，还是卖非常的便宜。所以说，像主播讲的，厂家为什么要做这样大幅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我知道有些卖家他们 size 大哈，包括那些走 size S M R S L 的，可能 S M 同的价钱 ，L X L 会有5块会加一个价钱 ，X X L 之类他们会加，我们没有，我们一律是给一样的价钱哈。有些是加到10块啊。所以说这一个哈，如果你们是说找的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非常舒服面料的 cotton T 啊，可能在家休闲穿，这个一定要带走哈。我本身是会以这个来，就是说平时在家休闲穿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就说工作时间长嘛，就是说想上身就穿一些比较舒服的衣服，不想穿太约束的，这样子一套下再搭个短的牛仔裤就非常的好看了。毕竟说我们很长时候工作时间都是在家里 stay 是比较久，所以这样子的是没有约束感，是非常的舒服的哈。你要配搭的比较时髦的，你可以这样子配这样子的短裤 ，OK。里面穿那个短裤，若隐若现，露一点点的呀。那个短裤只允许露一点点，不可以露太多，露太多又不好看啊。白一定是白搭，为什么我喜欢这样子穿？就是这一个原因，我就喜欢穿这种 oversize 啊。其实你像主播身上那短的牛仔裤是吗？是怕你打我 yes 啊？短裤啊，你衬这样子白色，为什么要把白色留在后面？因为我要这样子配搭这个短裤来穿，所以我喜欢每次我穿这样子 oversize 啊，我大多数都是这样子配搭，就是短裤露一点点衣，不要露太多 ，OK。上衣 STO 17，这个上衣没有的再补货了啊，这个是 OK 啊 ，Tracy， 我 send 去给你 ，send 给你的 inbox 啊，哎，刚才的 OK， 长裤 send 去你的 inbox 好吗？OK， 这个上衣没有的再补货了啊，所以要看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。上衣的课是 STO 17，价钱是55 ，oversize 55，真的是少有。为什么像刚才讲的，为什么少有？因为面料整大幅这么大的面料啊，价钱只卖55是非常划算。两个深色，大龟或者是 midnight blue， 助理身上穿的 midnight blue 是深色，然后想要比较 ladies 的颜色，就有这个 lilac purple。平常不敢穿粉，不敢穿紫的，可以带走这个 lilac purple。下单蓝的要写好啊，你要出来。下单蓝的要写好啊，你要 powder blue 还是助理身上的 midnight blue？ 两个是蓝啊，这是 powder blue 啊，粉蓝色。对，然后说 midnight blue 它带黑的一个蓝色，所以蓝色方面有两个，深蓝跟浅蓝。然后深色也是两个，就是显瘦一个是蓝或者是太多蓝的话，你们可以选带来青，因为这个青的颜色也是非常好看，一样有显瘦的效果。比起蓝色，它会比较显白哦。对了，它会比较显白。然后像助理这样子的配搭，你平常上班穿可以配搭这样子，然后你要比较时髦的配搭，你就像我这样子的配搭短裤，最显白的颜色就是白色。STO 17，价钱是55 free size， SML 到 XL 的顾客都穿得到。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，下一个款是半裙啊。OK， 半裙一共有四个色。OK， 全新的面料啊，这个半裙一样是全新的面料。